耶！ Yeah, 今天我们来普陀村 staycation。竹筒饭。就是在那边，你想上镜来，还要我拍他？哦，好可爱哦！可是他围起来哦，想进去，应该是通过这里。许愿树，我们去绑了这个，我们自己做的。然后写名字，等一下要许愿丢上去。我们到啦，这是柔南区的 Mid Valley， 哇，超多圣诞树 ，Christmas vibe。可以拍我吗？好了，不要拍照了。开心吗？喂，开心。他兴致勃勃，很想要吃这个饼干。我们两个一直在这里讲什么吗？新男朋友，耶、yeah! ！Hi, new boyfriend. Hi. Hello. 他被他旁边的这个娃娃吓到。我在旁边有一个像是突然间有人监视我，现在打抢啊！我就很多事耶。我跟我妹妹哦，真的是孝顺组合。我们逛了一个小时多，买了一个钱包给妈妈，然后一件裤子给爸爸。Best meal。钱包？我爸爸已经开始吃了，你也懂吗？
嫁给广东什么人啊？日本人，日本人，日本人，没他名字。我们 on the way 回家，然后哦路过一个庙， impromptu 决定来这边看看，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当睡醒。花果山，红果山的地方。当当。对，哦，水帘洞。哦。孙悟空住，我来哄你们。哇，我的朋友们。哇，很多乌龟在这里。多少乌龟啊？你看嘛，水里面也有啊，这是聚聚会哇！去看阿旺啊，把阿旺送来这边。阿旺是外婆养了一只乌龟，然后这些就是他们讲阿旺的朋友。超多乌龟，然后我问我外婆，如果把他的乌龟丢下去，我会不会认得？他讲不认得。哪一只？啊，那是那是。来，等一下啊。尝试登陆的乌龟。哦，加油！加油！努力努力！哇，很成功哎哈！耶！好，走。